思考分发金。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家其实没有到很有钱，就是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又跟我妈说我想重考，因为我考烂。那我妈那时候是跟我说，就是她说那时候就是跟我说家里经济应该没有办法支撑你去重考这样。因为我大二那时候是真的过蛮惨，我只是没有啊，也没有想怎样，只是讲解一下我那时候的心境。我那时候人生真的是只剩下打 LOL，我觉得 LOL 就是一个对我来说逃避现实最好的方式。对，我真的中山，然后你就知道中山，因为之前是八校，就是中山会有一个八校，什么建北、老成功、什么景美那些，就是会有个八校，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个，就是觉得，哎，我们八校，我们感觉以后都一片光明，那种感觉，就是那种高中的时候对未来充满希望，就觉得，哎，我们就算再烂，大学也不考多烂，然后感觉以后工作都会有一定的收入啊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大二超绝望。你也是中山，你是妹子吗？应该呢。那时候超绝望，就觉得因为高中是存在一个，就是大家都对你抱有很大期待，哇，什么中山很厉害什么，然后结果上大学，然后你就不想去学校，然后成绩很烂，然后老师还要拿这个出来刁你说，哎，你中山女高的怎么成绩这样？那时候是真的有点闷，我脸很屌哎、欸。干药厂轮班仔也比我们学校毕业的赚得多吧？干，我们学校毕业真的是进公司当工人领22K，我是说我的系啊，我的系我这种程度应该只进去当。干，我们是不是觉得，就是觉得大二那时候真的过得很黑暗。我那时候真的是靠打咯，在逃避世界。那时候我妈那时候锁我电脑，我就是真的气到整天去泡网咖，我真的不爽。那时候我妈看我玩电脑玩成那样，对啊，我觉得那时候打咯是唯一能够开心的时候，打咯赢的时候是唯一能开心的时候。没有啦，我的戏真的没有你们想象中看起来那么好，那么好念。我们戏真的很难念，你要真的要对手作很有兴趣才能念我们戏。我们戏超难混，有够难混。那我现在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办法毕业，我也很难过。没有，你说卖后背包，卖后背包那一份打工还好了，只是觉得。但 Blue 的后手现在跳出来，我知道，我也想努力毕业。那我就真的很感谢，我觉得我真的很蛮感谢你愿意签我的，真的。因为我也不想，如果因为2年前那时候心境没有调整好，在 PT 上乱发文，导致不能待在 MI 的话，一定会很难过。对啊，设计类真的很难混。就是，我没有刚，我刚没有哭啦，干。骂公司要骂吗？不是啊，重点是我们系很硬，我们不止，我现在差58学分以外，我还差2个展，一个是。